的是稀客哎、欸！天哪、啊，好好吃哦！对，今天我们就是我们家的好兄弟，好兄弟。对，下班的时候呢，来找我，特地赶过来。真的，谢谢你。他就跟我说下班了没？还没的话呢，赶快等我一下，这样子。一收工，赶快赶过来。而且他带妆到，多有诚意的一件事情。平常都素颜，对不对？不是这样子，就是大家看你都带妆到了，也是。嗯。对啊对啊。好好吃哦，哎、欸，真的很好吃。真的吗？你不是，就是因为朋友你才这样子。有可能是因为我今天饿了。真的哈、哦。所以 OK。我觉得汤很好喝哎，你当时你自己熬的、哦。当然，自己熬的大骨煲汤这样子。嗯。蛮清淡的，清爽，但是味道又够。那你们的料呢？自己备的、欸。对啊，就是每天都要，每天就是很努力的备料，然后呢抓菜抓料这样子。而且我以为老火锅煮汤会很久，可是你们煮汤其实算蛮快的。因为我们就是一直都在滚汤，所以汤本来就是热的。难怪。对。因为从我点好到我坐下来吃，其实没有很久。平均差不多5到10分钟。嗯。对，因为你们走外带路线，所以因为我只有外带，因为很多客人问我说，哎、欸，这里有内用吗？我说没有，有外用，就像我现在这样。对，我们只有4张位置，请人雅座这样子。对啊，我今天点的是板腱牛，板腱牛配原味的汤头这样子。我今天是太开心了，因为你跟我说你要来，我真的是觉得，你知道，不是我都不敢，泪都要流下来了，我不敢先答应你，因为我很怕。你也知道搬，我知道你最近比较忙。对啊，不然先答应。然后我本来想说再给海中一个惊喜，可是已经快要到他关门的时间，我真的很怕他来的时候，我来怕惊喜变惊吓。他又关门了。因为你每次来找我三明治的时候，就是从惊喜变惊吓这样子。然后哎、欸，你人来，我说对我今天没有开。对啊。对。所以我今天决定乖一点，先跟他说我要。来，我帮你把脸做小一点好了。好。今天很尴尬，我今天没有带机器来，所以用手机拍这样子。对。但他凸显出我的惊喜啊。是哦。为了你的惊喜，我就手就一直举着。哈哎、欸，你们的店真的装潢的很快，不是装潢，算装潢吗？算是对了，算也算装潢啊、欸，就是有特色这样子。一开始很多人来的时候都问说，哎、欸，这家店是什么？嗯。对，很多人经过的时候，我在里面都听到，哎、欸，这里咸梅花糕。我说哦，有所说，这是外带的小火锅店，其实就是小火锅，但是我把它做成外带的风格。嗯。对，所以呢，就是你平常在外面吃的小火锅，然后我把它移成就是让你可以买回去带回家吃。所以我的不管是肉啦还是菜量啊，都是很足的。对啊。对，不是那种就是平价的百元火锅那样子。嗯嗯。对。真的很好吃哎，你继续讲话。没问题，你就吃你的，我就继续。我知道就是要填空嘛，对不对？主持人有时候就是。因为这种天气，吃火锅那还舒服。是哦。嗯，你们开的厨师很好。对，现在夏天不知道怎么办。夏天应该爱吃火锅啊。夏天，但是哦，对，那因为我是走外带风格，所以其实大家还可以带回去吃。回家还是吹冷气还是可以吃啊。对啊。因为其实台湾人爱吃火锅，不分春夏秋冬。没错。对、啊。这是台湾人的风格。对啊。对，就是台湾人为什么火锅就是一直都可以全年无休，就是因为夏天他们还是很爱吃火锅。对。对，因为去火锅店冷气都开超强啊。嗯。对啊。那你们汤头是用什么好的？我汤头就是用那种大、就是基本上就是用大骨高汤去熬，对。因为吃的出来没有很咸或者味精很重那种。因为我自己要吃啊。对啊，所以说我吃的出来。我自己平常的时候都要吃，然后我儿子也常常来这边，就是点那个高丽菜，就是高丽菜跟肉，然后煮汤这样子。那如果我加了一堆味精或什么东西的话，那我不是害自己小孩吗？真的耶，可以吃、啊，因为像我现在主持美食节目，也不是美食节目，就是健康节目。非常很多味道啊，然后很多火锅其实汤品就是很可怕的罪魁祸首。其实对，就是没有，应该是讲说汤对于就是减肥来讲，当然是唯一一个很大的。它的热量会比较高，可是很多像知名的火锅店，他们的汤底啊，其实真的加了很多味精、味素啊，
因为为了让它更好喝啊。对。对，然后呢，但喝了会渴。对。那你今天吃的是原味的嘛？那我有九种口味啦，就是有原味啦，有沙茶啦，然后有牛奶锅啦。哎，沙茶是我把这个沙茶倒进去就是沙茶。不一样。对对对，这是我们自己特调的沙茶酱这样子，就是我们自己的沙茶酱跟酱油这样子。对。然后还有麻辣，像我们店的麻辣的话，吃起来的话，真的很辣我之前不会很辣，而且吃完不会想上厕所，就是很多麻辣吃完隔天会就是明天见真章嘛，就很不舒服。但我们家麻辣是不会让你明天，像我以前啊，隔天有工作要出外景，我干嘛好，我不敢吃麻辣锅，对，因为我隔天一定会想跑厕所，对，对。但我们家麻辣就是在我的实验之后呢，发现就是它是不需要就是怕隔天。有工作或干嘛的时候呢，需要跑厕所。那你们的辣度可以调整吗？其实我们的辣不会很辣。哦。对，我们就是比较温和一点。对。那牛奶锅呢？牛奶锅就是很浓郁的牛奶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下次也可以来试试看。然后比较特别就是马告嘛，马告就是原住民的胡椒。我刚才闻到马告的汤味。对。感觉有点柠檬。柠檬清香，对，它是讲胡椒，但它其实不是胡椒。它就是有一点，就是有人说是香茅，但我觉得它就是一个。我觉得闻起来有像香茅哎。对，但它喝起来有点柠檬的清香这样子。它喝起来跟原味的汤口其实没有差太多，但是多了一股就是柠檬清香的味道。因为香茅的话会有一个，我不知道香茅会有一种闻起来很腻的味道。对，我个人是不是很爱香茅，我怕香茅。因为香茅味太重的时候，尤其是我们去山上工作的时候，大家常抹香茅为了防蚊子嘛。但这个就还好这样子。这是一个特色啦，对啊。哎，你的肉本来就这么点这么多。我不是因为你来我才加这么多。啊，我不特别。因为我们在敦亲睦邻，就是客人来的话呢，就是我做活动，我前面有一个牌子，就是那面旗子都还在的话呢，我就送肉 double， 不需要。啊，就上面这个大旗子。对，不需要去说什么，你一定要打卡或干嘛。对，就是照顾左邻右舍。那蛮划算的，因为它一盘肉其实就六七十块，差不多。啊、然后呢，我们两份肉的话，加起来差不多16到20片左右吧。很多哎、欸，真的很多哎、欸。对，哦，那这样子有点酸。那你到底那个排骨会到什么时候啊？搭配送的？到我想要把它放下来。所以大家想要吃 double 的肉，赶快来哦，因为没有一定到什么时候。对，等到他绳子撑不住断掉的时候，那就没有了。如果老板自己半夜跑来剪掉绳子。好啦，我今天还是谢谢你今天来捧我的场，好不好？谢谢你让我吃到这么好吃的火锅。对，让你好好的吃东西，我就不要打扰你了。好的，好好，您就自己走，不想不出。口水，我真的有点酸，今天没带机器，真的超酸，好不好？下次我来会让大家知道，我在努力帮他打卡。好，麻烦来当一日店长。一日店长，我怕。啊，好的，对不起，一小时店长哦，一小时。可以。好啦，那你好好吃啦。好。好，谢啦，拜拜。